我其实从一开始留意到在韩国举办这个东西这个比赛的小国英想去韩国参加，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义，我觉得非常好，因为现代人真的太忙，不管是玩跟工作都太忙的，应该真的是放空一下。虽然这次在台北没演赢出，但是我听到香港会举办，我香港在参加。哦，一个小故事。